非洲邦交国甘比亚再次的造访台湾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甘比亚的总统贾梅到了高雄参旅学院去参访，但是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仔细看看呢，他的随扈手上拿的是法国的顶级行李箱，那么一纸行李箱呢要价14万元以上。那么由于甘比亚呢长期受到台湾的金援，但是呢这个随扈呢手上拿的却是这么高档的这个法国进口的行李箱，的确是相当的引人侧目。